这是保加利亚的这个机场，那边是我们坐的这个 Wizz 航空的这个飞机啊。这边是过海关，这么多人，哎呀，人太多了，整个飞机上好像中国人又是我一个，我对这种情况其实是很爽的。他这个海关这面为什么都是关着呢？这么多人就给开了四个。先不录了，这儿等一会儿吧。保加利亚，我是在这儿待大概四天，今天是14号，然后从今天开始到保加利亚住一天，然后明天的话呢，是在保加利亚的这个索菲亚再待一天，然后晚上坐卧铺到这个他在黑海的一个小港口，然后在那儿待一天之后，再坐一张卧铺回索菲亚。然后到索菲亚的时间是17号的早晨6:30，然后如果是按计划的话，然后立刻赶到机场，坐8点多的飞机飞到布达佩斯，然后呢下午2点钟参加毕业典礼。这事儿你说忙不忙？然后之后还得看房子，啊，还得去做这个认证，等等一系列的事情。对，哎呀，太麻烦了。这边有个航空公司。这车这么白呢？这飞机好白呀、啊！